认识7天的女孩，非要带我去她的秘密基地。咱俩买条鱼。我不喜欢吃这个。哎，我知道有一家好吃的地方，我的秘密基地，带你去。秘密基地？哎，走吧。这就是你的秘密基地？嗯。这哪有那鱼香啊？你先尝尝，他家老好吃了。你说我好不容易请你吃次饭啊，你不吃鱼，你跑来吃这个？怎么着，我不宰你一顿心里难受是吧？那也行，这么着，你把吃鱼的钱折成5次，再请我吃5次麻辣烫，不过分吧？你这点聪明劲儿，你全我身上了。咱俩可以小酌一杯吗？你要灌醉我，然后干坏事是不是？你想什么呢？你也太看不起你自己了吧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小姑娘，我能灌醉你吗？你又不是没有啊。哎，你没调调料，你等着我给你调料。那哎，多放麻酱，我知道。我王氏独家调料，你绝对能吃一大碗。你经常来这吃？我没事就来这吃，便宜又好吃。咱俩以后没事也可以一起来吃啊。别的女孩都喜欢吃什么牛排啊、日料啊，你就想和我吃这个？麻辣烫也很好吃啊，而且我觉得什么牛排、日料啊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一起陪你吃呗。我还是先尝尝你这个，好吃吧？一般般吧。一般般，你连汤都喝了。我那是给你面子啊，我哪像你剩那么多。吃不了可以打包啊。你吃麻辣烫你还打包？麻辣烫怎么就不能打包了？哎，你好，打包。你一个我一个吃吧。不是，你这咋都给我了？你不是爱吃吗？吃吧。吃你去。你行不行啊你？我怎么不行了我？哎呀，还是我来吧，我啥都不明白。手给我。啊。你这还是第一次有女生给我包虾？我也是第一次给男生包虾。你整的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呢。不好意思，别吃，还给我。那不行，这给出来东西还能往回要啊？哎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点点什么呢？来个藕片。哦，对，藕片吃多了我牙疼，要不山药？山药吃多了我过敏。年糕，哎，年糕行啊，年糕行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吃啊？我爱啊，我可喜欢吃了，就那个吧。你这一点虾不吃啊？我不爱吃海鲜。得了吧你是吃虾吃多了，你吃顶了你。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？我没看。哎，你那嘴角有东西，左边啊，对，再往上一点，上来。这哎，我怎么记得他这里有年糕啊？你不懂吧？这全记得。真的有，我买过。他少给你放了，我得找他去。不能，哎，我特意没让他放。为什么？对。谢谢你。有我的机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